眼角有行刑刺青，受害女供出特征直指胡瑞儿。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三年前才因为呼麻被逮。对不起，我真说不出半句话。12号又被爆料在信义区夜店涉嫌检视性侵一名22岁女子。警方表示，当天接获女子入岛案件，女子送医后醒来说遭到性侵，且对方眼角有颗行刑刺青。啊，这不就是胡瑞儿吗？而胡瑞儿应讯时辩称，双方是两情相悦，并无性侵。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初步并未发现有性侵情事。不过呀，胡瑞儿老婆林彩缇都要临盆了，不多陪陪老婆，还去夜店玩耍，说什么不是性侵，是两情相悦，要怎么跟老婆交代啊？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